我们打破外圣光勇士，守住这里。图拉扬、范迪卡尔会尽量帮你们引开火力，但是时间有限，你一定要摧毁他们的防御。预言者，我们不会让你失望。各位勇士，有翅膀的怪物交给我们。 你们杀出一条路吧！掌控战场的是我需要靠近你。 我需要目标。发现敌人，部署武器。 圣光勇士，快撤退！勇士，解决那个巨大的怪物。侦测到敌方战士。 威胁等级低，这个物品还在冷却中。武器系统旧区，目标已锁定。启动密室装置，重新启动系统，导入武器系统，武器启动密室装置。 重新启动系统，导入能量，武器就绪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破裂。图拉扬，我已经从北边开始攻击了，我会让他们疲于奔命，你就负责攻击主要目标吧。我们的部队要去对付燃烧军团的将领，艾兰利亚，尽量帮我们争取时间。 是来烧军团的船舰，快烧掩护！萨格拉斯留下几只心爱的宠物，要跟我们玩玩。 把这些怪物全都杀了！你的时间线到此结束。他太远了，我没有目标。 这个物品，但还有无数的恶魔等你去消灭。
我需要靠近你。技不如人。我需要目标。我认得那几个燃烧军团的将领，在萨格拉斯占领阿古斯之前，他们是领导军队捍卫世界和平的大将，在接受交易的时候，他们就背叛了我们坚守的信念，他们的罪行无法原谅，只能加以惩戒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他太远了，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我没有目标。你们这次绝对逃不掉了。别踩到了，不留活口。战士议会总算为当初的背叛付出代价了，没有他们，燃烧军团就会陷入混乱。
每个世界都会毁灭，马上就轮到你们了。他太远了。靠近一点，你们只有这点战力，真可怜。这个物品还没准备好。这里是克索诺斯，炼狱之火和焦黑尸骨的世界。看看朗寇拉，这个满是脓疮、死亡遍地的世界。纳斯菩萨曾经是魔法与知识的国度，现在却成了面目全非的世界。我需要鲜血竞标。毁灭。少了传送门，燃烧军团就无法继续派遣增援部队。我们要趁现在加强攻势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先选定目标。我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所以才一路闯进这个诅咒之地。勇士，听我说，燃烧军团闯进我的圣所，我就快守不住了。助我一臂之力，别让萨格拉斯拿走他要的东西。勇士们，燃烧军团的恶魔想夺走我的生命精华，交给他们的主人。
入侵者在帮他们的武器充能，快用这些传送门登上船舰，阻止他们继续攻击。走开，回去找你的主人。入侵者在帮他们的武器充能，快用这些传送门登上船舰，阻止他们继续攻击。我需要目标。入侵者在帮他们的武器充能，快用这些传送门登上船舰，阻止他们继续攻击。爪牙，剑士泰坦的力量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入侵者在帮他们的武器充能，快用这些传送门登上船舰，阻止他们继续攻击。
勇士，我们胜利在望，消灭剩下的兵力，我来负责对付他们的战舰。万神殿痛苦的呼唤不断地从阿古斯中心传来，要是他们像阿格拉玛一样被萨格拉斯收服，就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了。勇士，快把他们救出来，否则你们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。勇士，做得好！数千年以来，终于有人能给燃烧王座重重的一击。这场战役还没结束。不先解决那些战争机器，怎么攻击燃烧军团的核心也没用。不先下手，我们会被他们击溃。同意，我们先解决那些战争机器吧。各位勇士，传送到范迪卡尔，我们要前往下一个目标了。愚蠢的凡人，到此为止了。杀死你们勇赏军，我就收下了。会保留几个尸块当战利品。死吧！这么慢可不行啊，凡人！还不能使用这个物品，我不会让你们活着出去。往我这里跑，我不会让你们活着出去。
受这份工作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准备变成这个物品还没准备好，它太远。燃烧军团只是在垂死挣扎，该去解决他们了。回到范提卡尔，准备给他们致命一击。前方就是安托洛斯的中心，也是指挥燃烧军团麾下无数军队的中枢。这里充满痛苦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声音，这真是令人难以忍受。但我可以感觉到伊欧娜，她要我们尽快行动。这一切终于都要结束，朋友，继续前进吧。
这也叫折磨？我还经历过更可怕的。我受够那只虫子的胡言乱语了，让我烧掉它的血肉，从骨头上弄下来。姐妹别理他，专心完成任务。这些灵魂快准备好了，马上就能跟阿格拉玛一起服侍主人。我能感觉到恶魔想要控制其他的泰坦，强迫他们服侍燃烧军团。如果他们向黑暗屈服，萨格拉斯就会有足够的力量制住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艾泽拉斯，来吧，我们来看看谁会比较痛苦。你看，这没有的东西，它挡不住母亲的寒冷。看下，烧光他们！啊！该死的妖女！滚吧！兄弟们，我们都得死。他的命运由我们决定。无礼的凡人，你们要付出代价。我会让你感受彻骨的寒冷。这个物品还在冷却。我想看你们手脚烤熟的样子。没有第二个机会。您在黑暗中战斗的样子真是脆弱。手脚烤熟的样子。我需要目标。万神殿的灵魂自由了，但他们经历了太多痛苦，我想留在这里陪他们一段时间。麦格尼，你就待在这里吧，我们继续前进。就快要结束了。这里或许是燃烧军团唯一不会侵袭的圣地，那些恶魔情愿戳瞎了眼也不愿意看到这里。戳瞎眼睛，有谁愿意这样牺牲？他快点给你们惊喜。
烧死你们！我会粉碎无限星辰，会消灭一切。见识太下拉克的力量。就算你们挡得住烈焰，也挡不住我的怒火，受死吧！加拉克的力量会吞噬你们。太远了，我离得你们就这点能力，根本救不了自己。烈焰会吞噬你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，来不及阻止他了。你办到了，阿格拉玛的精华自由了，他终于能重回兄弟身边了。我们的胜利没有意义，只要萨格拉斯用阿古斯的灵魂强化他无尽的大军，艾泽拉斯就无法脱离毁灭的险境。泰坦可以切断那个连结，但在这里不行。他们需要把阿古斯的灵魂带去他们可以使用力量的地方，就是万神殿宝座。伟大的创世摇篮。他们的最后一搏就是利用我们必须残存的力量，燃烧军团。萨格拉斯，并不是所有牌。我可以请泰坦开始行动，但只要仪式开始，就不能反悔了。别忘了你对爱。好了，大伙儿，做好准备。主人，要你们去死！没有利尔的子弹，准备好！让天空与大海帮助我们的勇士可冈尼斯，让大海的怒涛洗尽所有的琥珀。
需要目标，只有痛苦。我能控制时间流动，灭界者，这是能束缚你无情怒火的力量。这一切，我们承受了太多痛苦，绝不能就此结束。我们还有希望，至高之父，这些凡人体内还有生命的火花。起身吧，勇士们，为你们的世界而战。还要再等一下。德拉斯的子民，伊利丹，我们都尽力了。每个选择，每次牺牲，都是为了来到这里，跟他做个了断。你不跟我们一起走？要是不狩猎，就不叫猎人了。你看不见命运吗，预言者？命运，我们的存亡由不得命运决定。圣光保佑你，伊利丹怒风。
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回不了艾泽拉斯。无论未来如何，我会坦然面对命运，只是我还有未了的心事，我想化解过去的仇恨。水晶里有两段讯息，一段给我哥哥马法里恩，另一段是给泰兰达的。勇士，请你帮我传达给他们。等他们听完我要说的话之后，请把水晶带到海加尔山，留在永恒之井的岸边。你看过我过去的所作所为，英雄，我需要你的协助，让我能放下这最后的牵挂。这个世界的灵魂正在受苦，大自然能帮你什么吗？这颗水晶，它发出我熟悉的声音。马法里恩，我们还没出生就已经开始相互纠缠，我们一生充满了冲突。你一路追随塞纳留斯的教导，但这不是我的宿命。我渴望力量，不是为了征服或统治世界，力量只是我的工具，是拯救艾泽拉斯的必要手段。你从来就不相信我，但这或许也是我自作自受。现在我明白了自己的宿命，希望能消除我们之间的嫌隙。燃烧军团虽然灭亡了，但还会有新的威胁，没有人比你更有能力对抗新的危机。你这一辈子都在守护艾泽拉斯的美丽梦境，现在你必须捍卫真正的艾泽拉斯，照顾泰兰达，听从他的指引，他比我们两个都要优秀。前方的路很漫长，但你一定会为怒风这个名字带来荣耀。我弟弟做了许多自私的决定，为大家带来痛苦，这些过错实在难以原谅。但是我们也曾经为了共同的目标并肩而战。我很怀念那些日子，现在不是对过去感到悔恨的时刻，我们必须治疗这个世界的伤口。在我这一生当中，经历过两次世界浩劫，月神啊，我祈求不要再有第三次了。我们是伊路恩的孩子，倾听伊路恩的声音。这块水晶沾染了巫师的法术。泰兰达，很久以前你因为相信我而违抗马法里恩，帮助我逃出监牢，但是你渐渐对我失去信心。你跟马法里恩一样，认为我的抉择会使我堕入黑暗。请你明白，我做的所有决定都是为了拯救我们的世界，我毫无保留，不择手段。每当我感到动摇，就只有一个人能让我恢复信念，那就是你。泰兰达，你有艾泽拉斯最美好的一面，你意志坚定，忠贞不渝，就算在最黑暗的时刻，我也从来没有对你失去信心。我现在明白了我的命运和职责，保护艾泽拉斯的任务就拜托你，
害我哥哥了。泰兰达，请好好照顾他。虽然我曾盼望你能把心交给我，但是到最后，我知道你的决定是正确的。话中表达了忏悔之意，但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的。伊利丹在黑暗神庙被击败后，我试着想放开心中感到的背叛与愤恨。当我得知他没有死，还在破碎海岸带领大家对抗燃烧军团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。现在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他有他的使命，我们也是，去做我们该做的吧，勇士。永恒之井啊，我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，但我在千年前创造的这座能量之泉，确实最能代表我对艾泽拉斯的忠诚。往事就说到这里吧。水晶里面的讯息其实不止两段，总共有三段，最后一段是留给你的，勇士。你证明了自己对艾泽拉斯的忠诚，你付出的牺牲跟我不相上下，但是未来还有超乎想象的重大责任需要你来承担，还有更多敌人等着，暗影也还在凝聚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个世界还有我们珍爱的一切都要由你来守护。